给你孩子准备传单是很重要，所以今天我以妈妈的身份也给你准备了一份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我没有发现呢，你把那个盒子放在这里。我们有很好的团队。而且你们还找到了一个对的时间把惊喜送给我，这一刻已经很感人了，因为脑海里有很多感人的画面。对。他是很感性的人来的，真的非常感性。So nice, happy. 我本来想叫儿子画一张他们的结婚照，但是这才说你有没有搞错，画人像是最难的，等一下把他们画的真的不像，还是没有那么美，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觉得晨曦会把我画得很美。其实我也想送你一套我亲手织的毛衣。哦，难怪你那么注意我的身材。这是出装冬天的，那这个是在新加坡可以穿，它是属于 cotton， 一个是属于 mohair， 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这个每一针每一线用手织的。谢谢你，我肯定喜欢，这是30年前的。真的，30年前。还保存很好哎，我会在社交媒体里说。